你好，西雅图的超级读者。是啊，我跟你讲紧嘢啊。你今年夏天会做啲咩啊？去公园定系去打波呢？咁睇书呢？等书本带你去冒险，去新嘅地方旅行，结识新嘅朋友。通过每日阅读嚟建立你嘅超级力量，并成为西雅图嘅超级读者。我希望你能加入我的团队，想知道更多资料，请一位成年人来帮助你浏览西雅图公立学校的网站。等我们一起来阅读吧。